好，我们现在在这个韵律教室，那接下来我们来测试这个 vivo X80 它的夜拍模式。好，我们先把电灯关上。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环境，目前是非常暗的，好，伸手不见五指。那我前面有一个 model， 那接下来我打开 X80 的手机的画面，那接下来打开 X80 啊，它会自动侦测目前环境的光源。你看，现在是正常的拍照模式，它的右下角就会出现这个建议我使用夜景模式。那我把它转到夜景模式的时候，它就会出现极夜模式。哦，极夜模式，我按下快门，它就会倒数三秒开始帮我增加这个光源进光量。好，拍照，倒数三秒，我们看一下成像，哦，有没有非常的亮？好像有开灯一样，但实际上我们的现场是这么暗的，有没有非常厉害？好 ，OK。